抵玩三零四区天乐大晒。SUV 车系近年真系劲 hit 啊！小型 SUV 终于嚟越受我哋啲女仔欢迎添。好似呢部啱啱嚟到香港嘅 facelift 版30 ASX， 属于 H Line version， 具备就包括免时启动系统、三幅式真皮体环连加减波拨片。睇下新款中控台仲换埋黑色钢琴免息版添啊！内笼啦，最吸引嘅应该系由前排一直伸延到后排嘅特大玻璃天幕顶，坐住嘅后排都可以叹到无敌嘅靓景啊！嗱，三排嘅电动影之后咧，天幕顶嘅两边仲有两排可以有唔同亮度嘅 LED 灯噃，夜晚啊实好有 feel 啦！嗱，后座咧都算阔落嘅，加埋个空间灵活嘅大尾箱都算几实用下噶。只不过摄位系用布做噶咋，想要真皮咁咪价钱啊！1800cc 直四引擎输出139匹的马力和172Nm 峰值扭力，没有增压引擎的推动，感觉都算爽快和应该够用的。还仲配备埋四驱功能， ProWD 制在波棍后面，车主可以揀前驱、四驱和自动四驱三个模，连埋全新 design 的17寸双色合金铃，揸起嚟都算几玩和几扎实下的。上车价都是24万几，新手都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噃。